我在你心里面是不是很重要啊？废话，有多重要？你找我有事儿？我就是想问你，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你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会处理好的。他问你要账号，你不给人家账号，就是等着他搞得像个特务工作一样，光对暗号不说话。其实你们俩啊，还是很爱对方。中听娱乐台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新居。